而瑞士将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今天是举行了年度的成果展，虽然到站人数是随着疫情严峻或者是趋缓而上下波动，但文件站仍然提供了防疫等健康照护服务，成效也令社区里监事们高度肯定。那么部落长者也表示，疫情当下还是非常喜欢的到文件站里。疫情当下，文件站居服员带着部落长辈扭腰摆手，欢喜展现提示能课程的成果，另外也借此舞蹈活动筋骨，抛开疫情的忧郁心情，快乐运动。这是瑞穗乡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年度成果展的现场。瑞穗乡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今天上午办理年度成果展，除了律动课程，居服员也规划各式各样文化课程，疫情期间也结合植物草疗舒缓长者们忧闷的情绪。今年度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部落长者到站率也随着疫情的严峻或趋缓而上下波动，然而文件站相关的防疫措施、长者健康追踪访视等照护工作不打烊，无微不至的照顾让部落长者个个欢喜，是文件站为他们的健康堡垒。是喜欢来这个文件站哈？我喜欢，你喜欢？我都没有休息，哇，我每天来，哎，我很高兴，很高兴啊。2019年一月揭牌成立的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，提供部落青年就业机会，活络部落，延长部落长者老化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加强部落长者的防疫支持作为，且推动长者接种疫苗、防疫等等，健康照护服务成效不仅部落，也令社区里监事会高度肯定。这一次的成果展座谈会，在我们拉吉哈干部落做得非常的棒。老人家每天能够来到文件站这里很开心，然后身体又很健康。瑞穗乡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今年迈入第三年，目前服务29位的部落长者。理事长李秀梅肯定居服员、厨工以及部落志工的努力，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也能协助提升优化文件站软硬体设施设备，强化文件站的照护量能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